今天呢，我们请到了这个医师，还有我们的小 S， 是不是先请医师跟大家打声招呼，好不好？我们先给医师。各位在场的好朋友们，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林口长庚新生儿科的主任朱世敏医师，谢谢大家。好，医师好。那当然接下来特别的时间就留给我们的天王巨星小 S。 现场的媒体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天后小 S， 同时也是三个小孩的妈妈。我身材确实是很好，可是这真的是不好维持。 S， 你瘦了耶？有吗？是啊，你拜托打电话给我老公，你跟他讲。哎，你这样子怎么准备第四胎？我没有要生第四胎，至少目前为止我没有想生第四胎。前一阵子有，前一阵子我主动跟我老公说，哎，我好像突然觉得想生第四胎，你要不要配合一下？他竟然跟我讲说，baby 不要生了，他说我真的觉得你再生会很累，因为我生第三胎的经验不是很好，因为那时候生完之后我就咳嗽，然后每咳一下那个伤口就是你知道撕心裂肺的痛，哎呦，然后他就觉得真的他不想要再看到我受苦，他就说不要再生第四胎了，我们就好好的享受性爱就好。好，哎呦，我觉得我们不要执着在这个第四胎好了，我们谈谈第一胎、第二胎跟第三胎好了。哎，这个第一胎跟第二三胎一定有很大的不同，对不对 ？S， 就是说你在当这个新手妈咪的时候，在这个心理上或者是生活上的准备，跟二三胎有没有什么不一样？我怀第一胎的时候真的是觉得是老天送给我一个很大很大的礼物，然后我非常照顾自己的身体，然后我公婆也都是把我当成你知道宝贝一样在照顾，我婆婆甚至是每天都去买鸡，然后自己拿那个锅子这样滴，把那个鸡的最精华的那个滴出来给我喝，然后煮各式各样鱼类给我补啊什么的，然后孩子生出来之后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好好的照顾他，然后我看了各式各样的育儿书，有日本的、美国的什么什么的，然后就是照着书养，比如说书中说你每天晚上一定要念故事书给小孩听，可能是英文的要念两本，中文的念两本，然后你要尽量的跟小孩子说话，能陪他们就陪他们，然后我就完全照着书这样爱他，爱得不得了，然后就把我所有的时间都留给那个老大。然后生了老二之后呢，我就觉得老大长大了，他反而更需要我，然后会吃醋，然后老二他毕竟还是一个婴儿，他就是一块肉，他不太懂事，所以我就想说那我还是需要陪老大，因为老大会吃醋，所以就变成老二是完全被我忽视的。然后老大以前要听什么故事我都说好，你就去听妈妈讲给你听，然后后来老二渐渐长大之后说，妈妈我要听故事，我说好啊，你就去挑一本最短的。就是你知道到老二的时候的那个当妈妈的心理已经是有一点是就渐渐的被挤光了，然后可是因为老三生出来的时候是跟他们差蛮多岁，又是重新一个婴儿，所以那个你知道看到婴儿那个当时母爱又被燃起来，所以就是很强烈的母爱，然后中间有点忽略，然后第三胎的时候又是母爱被那个燃起的感觉，所以是不一样的那个过程，情绪起伏，对。哎，所以这个第一胎跟第二三胎真的是差别蛮大的，差很大。那你在生那个许俏妞或者在带这个俏妞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很好笑或者是很紧张的一些新手妈妈的经验可以跟我们分享的？我记得那时候一直觉得说我要当一个爱的教育的妈妈，无论我的小孩做什么事情我都是不能发脾气，然后我就记得有一天我就在那个忙自己的事，然后我女儿就好像自己跑到厨房，然后我想说奇怪她怎么去厨房去这么久，因为照理说她应该会发出一些咿咿啊或是妈妈什么这类的，所以都没有，对，然后就觉得事情可能不太妙，然后我就这样走到那个厨房，然后就看见我那个大女儿许俏妞把整桶那个沙拉油这样倒在地板上，整个地板上全部都是沙拉油，然后我一看我就这样，好乖，来妈妈帮你抱走，因为你也不能跟他发脾气，但是你其实心里已经是要俩拱了，所以就只好在那边大笑，然后就把他抱走，然后就一边擦一边想说心里很想骂脏话，就是你知道，可是就是不能让小孩感觉到妈妈是生气的，可是当下我真的觉得说你知道沙拉油有多难清，所以那一次我就觉得哇真的当妈妈不容易，就是你情绪要把它 hold 得那么里面，所以我后来发现妈妈把情绪 hold 得很里面也不见得是好事，因为你到最后可能会
有一天突然会爆炸，或者是你生了很多胎，他们开始吵架或者什么的，然后你越憋 越难受，你最后就会觉得说，天哪，为什么当妈妈那么辛苦。所以我现在是比较鼓励妈妈们，如果真的有情绪的话，不见得是要大骂或是揍小孩，但是你可以跟他讲说，你这样很不对，就是你可以表现出你的严厉，或者是说我现在不想跟你讲话，就是你可以有情绪，不见得小孩做什么事你倒说啊，没关系，妈妈还是一样爱你，你是小天使，然后心里说我想杀死他，就是那样会妈妈会错乱，该表达的要表达，对不对？哎，医师问一下你，你看哦，像小孩子妈妈，你看这样新手的经验，其实很多新手妈妈都会有这样子，就是过于紧张的经验。那到底在你临床上面，或者是有没有很多妈咪跟你反映，你觉得就是什么样的状况，可能我们不需要这么样的在意，不要太过于紧张，但是什么样的状况我们又需要留意，甚至需要就医的？小 S 刚刚其实用一个妈妈的一个角色，其实传达的非常的传神哦。其实现在很多的妈妈，尤其是像刚刚小 S 所说，第一胎的时候，她其实基本上就照书养。其实我觉得现在台湾我们儿童有一个最好的一本书，就是《儿童健康手册》。其实在门诊上有时候很多妈妈，尤其是特别针对某一些我们所谓的过去传统上七坐八爬九长牙、九发牙这样子的一些好像传统上认知的里程碑，她觉得好像没到了。似乎他就会特别的焦虑，甚至于常常要跑到医院来问我，哎，医师，我小朋友现在九个月还没有长牙，我小朋友现在九个月还不会爬，到底该怎么办哦？其实儿童健康手册上面有很多那种发展的那个里程碑，其实那个意思是代表80%的小朋友在那个时间点他其实都办得到。所以就是说我们在学理上，我们会建议妈妈爸爸们就把那本儿童健康手册当成是一个最好的书就可以了，就按照他上面所说的那个部分就可以了。可是因为像我婆婆，就是我们生第三胎的时候，因为我老大跟老二都非常会说话，然后生第三胎的时候，大概到快一岁的时候，那个两老就非常的担心说，啊，这个丁娜怎么都还不会说话，就咿咿啊啊而已。然后我就说，爸妈你不用那么紧张吧，迟早就是会讲话的。他说这不正常啊，人家两个姐姐都好会讲话。我说不用担心，会讲的。结果他现在2岁多，废话连篇。因为我就跟他讲说，宝贝，你走楼梯的时候你要扶那个墙壁哦，我扶那个栏杆，不然跌下来会撞到头，会破掉。他说，那大人不用扶吗？那你不会跌倒吗？怎么这么聪明？他会跟你 反问，而且记忆力非常好，因为他很爱看我在那边擦口红，他就说，妈妈我也要擦。我说，好，你先帮我把这个垃圾丢到垃圾桶，之后回来我再帮你擦。然后他丢了之后他就回来，我就说，好了，那我们来讲故事哈，这本故事是妈妈新买的哦。他说，你不是说我把垃圾丢了你要帮我擦口红吗？哎呦，我说你记得，你不是2岁吗？完全不能糊弄的。对，不能糊弄，聪明到不行。医师，但是我有一个那个问题要问你哦，就是发芽这件事情真的我们需要担心一下哦。就是说如果说他比如说久发芽，他如果没有发芽的话，是不是他的钙质摄取就不够啊？这是我们要担心的吗？其实很多家长大致上我们能够最后的发芽时间差不多就是1岁1个月，我在学理上有这样子的一个建议，我在临床上其实也还真的没碰过到了13个月还没有长牙齿的。不过基本上长牙齿这件事情其实跟他个人的体质是有关系的，每一个孩子在什么时间会长牙，他长的顺序其实是有个体差异。不过在这个长牙这件事情，其实从妈妈怀孕开始，在养育的阶段，他所补充的钙质当然一定程度上是对他发芽以后的那个牙齿的强韧度，还有他以后牙齿的那种那个排列的顺序，它其实上有一定程度的影响的。所以医生您的意思是说13个月以后还没有长牙才需要担心是吧？对，是的。好，所以说哦，这个妈咪在怀孕期间补充的所有的营养素其实对宝宝都有很大的注意，对不对？你看像刚才 S 就有说她的女儿是不能被糊弄的哦。那这么说 S 你有在喂母乳对不对？我第一胎的时候有喂，所以他才会这么聪明。
没有，那个聪明的是老三。哎呦，好好。可是老大也非常聪明。所以你那时候好了，你跟我们谈一下，就是大家很想要知道，就是到底喂母乳这件事，比如说陈仙梅最近，她也当妈妈，对，她在她的 FB 上面就写说，哇，这个乳人之路不好走，乳就是母乳的乳，我完全她也觉得好辛苦哦。所以我们想问你，就是真的喂母乳是很辛苦吗？我怀第一胎的时候，我就觉得一定要喂母乳，因为那一切就是我要就是当妈妈的每一个经验，我都想要尝试。然后后来就生完之后就开始胀奶，然后因为就有人跟我讲说胀奶会很痛，我想说会有多痛？它就是一个乳房嘛，就胀大。然后后来他就开始胀，然后就变得越来越硬，越来越硬。然后我就自己这样捏他，就发现你凭自己的力量捏出来的乳汁，竟然它是这样滴滴滴用滴的，等于说你要装半罐牛奶是要挤很久才会成为半罐牛奶。然后后来我就说不行，这样我真的很难受。然后他们就说那请护士来帮你那个挤好了，帮你一起，对，那个月子中心的护士会帮你挤。然后我就说好，他说那你要忍一下哦，就是都很温柔。我说要忍一下吗？他说妈妈要加油哈，我帮你挤，但是我们会挤出很多，但是你要忍哦。我说哦好，然后他就这样用指关节，然后这样刮我那个乳腺，然后他一刮下去，我就说。然后我老公都说：“佩佩，不要讲，不要在你形象形象对，就是那个痛，真的是我此生除了我咳嗽第三胎伤口痛之外，那个真的是我人生中最痛的一次。”然后他说：“你一定要把他说妈妈，你忍耐，你一定要把它弄开，一定要通，不然它就会变硬。”然后就这样一直刮着刮，我就真的眼泪就是飙出来。指数从一到十，你觉得有多少？我觉得十。大拇指踢到桌角大概是二，那个大概是十。哇哦 ，Ashley 但有十二哦，所以然后后来通了之后，你就觉得说啊、哦，原来通了是这么畅快的事情。可是你就开始跟其他妈妈比较，因为那些护士小姐都会那个在每个病房穿梭，然后她就会说，哎，那个今天那个607的妈妈挤出60cc 的奶耶。我说是吗？然后他说你只有是40cc 哦，你要加油哦。然后他说还用这种激将法，然后就赶快这样猛挤。然后老公也帮忙，然后什么吸奶器，那个吸奶器也是很变态的东西。因为吸奶器一开始用的时候，你就觉得哎，他就是把你的奶吸出来。然后后来就觉得他好像不太够力，我就把它调到最强，然后就一吸就，你就发现原来人类的乳头可以变那么长，然后就炸。然后我想说。他会回去吗？我就跟我老公说 baby 万一我的乳头以后就垂在这边，你还会爱我吗？他就一直说，他说什么？他说放心，他会回去的。可是我看得出来他的眼神有带着一点恐惧。那现在是回去了，回去了，一切恢复正常。好，所以可是后来我就发现我的母乳有越来越少的趋势。哎呦，我不知道是为什么。然后后来刚好我也要回去开始那个主持工作，我想说那就既然也挤不太出来，我就结束喂母乳的那个生涯。然后我就听很多妈妈，他们是跟我讲说，他们很想喂母奶，可是他们没有母奶出来。所以医师怎么会有妈妈是没有母奶的？没有母奶的，相对来讲其实是很多。一些妈妈的一个体质，有可能是她乳腺管不同，或者说有时候她自己的体质的泌乳激素可能是不够，不过从刚刚小 S 所提到的，人类有最痛的两个时候，一个就是生产时候的痛，一个就是挤奶时候的痛。你有经历过是不是？这个是书上告诉我们，这个痛的等级绝对是破表的，对，所以养儿育儿其实真的是一件伟大的事情。所以我刚刚可以从刚刚小 S 的描述可以想见，成为一个妈妈要把一个孩子生下来，然后还要在未来为了要让一个孩子有一个最好的营养，其实我常有时候开玩笑，牛奶是喂牛的啦，人奶才是喂人的。所以母奶其实为什么重要，其实母奶重要在它实际上就真正是为人所设计的。母奶里面的成分其实有几个重要的部分，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关键营养。这个关键营养针对我们的四大重要的部分，就包含生长、发展、消化，还有它的体质。母奶里面的四个部分其实完完全全就是 fit 我们人类的发展。所以刚刚小 S 所提到，
他为了他的孩子，他要这样子的痛哦，我相信他当时一定是甘愿的啦。就是几通之后，几通之后很舒服之外，就是当那个护士把婴儿抱过来，然后这样小孩这样含住你的乳头的时候，你就觉得啊，怎么会这么幸福啊？跟老公含的时候差很多。哦，可是是有一点差，你就觉得说、哦、一切都值得了，就好开，我很难形容那种感觉，真的。所以医师，我们也很推荐所有的妈妈要亲自的哺喂母乳，对不 对？因为母乳它是可以说是对宝宝最好的食物。对，你刚才说里面有一些这个四大关键的营养，那到底里面有哪一些营养素，它可以真的去帮助宝宝？就说在我们宝宝成长的过程里面，有哪一些营养素它真的可以帮助宝宝去好发展跟好成长？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母奶里面 有几种特别的成分、尤其是我们现在大家常在媒体上看到的所谓的 DHA、或是 AA、或是 EPA， 是这一些所谓的就是必需脂肪酸，而这些脂肪酸它其实、帮助我们的脑部还有我们眼睛的发展，而这样子的物质在母奶里面的那个浓度是最高的、所以、小孩子的发展成长这一个相对的关键营养素是重要的。还有就是母奶里面就是特别针对人类所设计的蛋白质的那个比例，而这个比例实际事实上对于孩子来讲它就是特别的重要，而这些蛋白质包含构成我们身体的成分，这也是非常的重要。还有母奶里面的包含像它的营养素、维生素、铁、钙这些物质，它就是为了人类而设计的。那还有一些母奶里面的一些特别的物质，它就是让我们肠道吃下去之后，在我们肠道里面营造一个非常好的环境，能够让我们未来的食物吸收能够更好。其实更重要的说，母奶其实对于一个、生产以后的妈妈，它可以减少产后出血，它可以减少以后那个妈妈她产生乳癌的风险，也会减少产生卵巢癌的风险。更重要的是，母奶哺育越久的妈妈，未来到了她停经以后，她会 产生那个所谓的骨质疏松的机会也低。那针对孩子来讲，我们也分析过，母奶哺喂的 baby 在她照顾的过程中，相对来讲也比较不会生病，以后长大以后也比较不会糖尿病，比较不会高血压，而且针对一些传染病，哺喂母奶的小朋友也特别不会去得到那些病。而且哺喂母奶的小朋友，我们在台湾每年到了这种夏季的时候都很多那个肠病毒，是我们也分析过，哺喂母奶的小朋友其实是比较不会得肠病毒的。所以这些好处、其实就一个医师来讲，我是强烈认为，除非那个妈妈有体质上或者她罹了某些疾病，她实在没有办法哺喂母奶的话，我认为哺喂母奶应该是我们的一个最高建议啦、我想大概就是就我的立场是如此。但是真的是非常的辛苦，非常的辛苦，没有错，没有错。可是我觉得为了宝宝好，为了妈妈自己本身好，你看喂母乳对于宝宝、对于妈妈真的都有好处。而且医生，我听说喂母乳好像妈妈会比较容易瘦下来，是真的吗？其实喂母奶是一个调整妈妈产后体质最有效的方法。而且不喂母奶的妈妈，如果她在、那个生产之后的那个月经如果还没有来之前，它是一个最佳的避孕方法。其实上上帝造物让我们在妈妈哺喂期间，它让妈妈能够修身养息，它如果能够持续哺喂母奶，而且她月经还没有来之前，其实这个妈妈是处在一个不会受孕的一个情况，其实事实上对妈妈来讲也有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事实上这个哺喂母奶的好处，你说保护免得被爸爸攻击吗？倒也不是，就是说其实为了让妈妈，因为像我大姐就哺喂了将近快两年呢，那就是两年内她都是不会受孕的吗？没有，如果在月经没有来之前、如果月经一来之后，这个我刚刚那个原则就没有办法就结束了。对，其实喂母奶到底要喂多久？其实上现在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最好能够哺喂六个月以上、至少喂六个月的母奶，事实上对小朋友的成长发展还有各种疾病的那种预防是有好处的。那最近也有很多 的一些那个建议说能够将母奶的时间能够哺喂更久，事实上这个对亲子的互动还有对这个孩子的发展其实都有好处的，并没有说喂到多久以后就不能再喂。事实上有很多妈妈如果她没有工作上的负担，喂到两三年其实都还可以，喂到十八岁就太怪了吧。可是 我觉得这个、对于妈妈是好，但是对于宝宝更好，就是妈咪她可以借由这些营养素
可以借由这个喂哺乳母乳，然后传到这个 baby 的身体里面，让他们有很好的营养素的吸收，对不 对？我觉得这个才是重点、啊、对，宝宝好是最重要的。对啊，像 S 刚才老、欸、这个我们的医师有提到哦，就是 DHA。听说我们刚才在私底下聊天的时候，听说你有在怀孕期间有多吃鱼是吧？就是多吃鱼去摄取这个 DHA 的一个营养素。反正我那时候怀第一胎的时候就是公主就对了、嗯、然后婆婆就会买很多就是很营养的东西给我补、嗯、她就一直跟我讲说要多吃鱼以后会对小孩好、嗯、然后要喝鸡汤什么的，然后说其他那些不健康的食物不要吃，免得只是徒增肥胖、嗯、他说只能吃一些是专攻宝宝健康的东西、嗯、所以我那时候是被我婆婆照顾得非常好。我觉得你好幸福哦，真的。 我应该是说你婆婆有这样子的远见，因为有这样子的远见，你有没有觉得你的三个的小宝贝现在就是非常的聪明才智，然后非常的健康。不是我要炫耀，就是我三个小孩真的都是非常聪明有才华。因为老大老二现在都是学校那个舞蹈班的成员、嗯、然后因为一开始舞蹈班我想说学校的舞蹈班应该就教一些什么莲花指啊，然后就是一些什么可爱的动作、嗯、然后他们现在是已经练到可以前桥后桥，然后就是侧翻，无止境的侧翻呢，然后朝天凳都会倒立然后我大女儿我都会啊，一字马都会、哎、我大女儿每次就是写功课，然后就突然站起来，然后就侧翻个五圈，我说你干嘛啊，就已经完全变特技演员了。然后老三就是也是很聪明，就是很会讲话什么的。所以你觉得就是怀孕期间如果多补充一些营养素，特别是像 DHA 的话，对于他们那个聪明才智健康是很有帮助的？我觉得一定是有关，很有帮助、嗯、而且特别会顶嘴对不对？我特别反应特别非常会管我，比如说有时候我会去大 S 家聊天啊，就是小酌个一两杯啊，是，然后我女儿就会打来说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嗯、我说九点吧，她说九点太晚了吧，她说而且你是不是已经喝醉了，我说我没有喝醉，她说你声音听起来软软的我说我声音没有软软，我只是跟你讲话很温柔、嗯、他说你如果九点以前还没有回来，我就要打电话跟爸爸讲、哦、我说你讲啊，他自己也在喝酒所以说就是他们的观察力、就是、对不对，就是很反应很快，各方面对，然后很、哦、就是也很黏我，很孝顺、嗯、很可爱啦、嗯、就是跟他们讲话好像在斗智一样。医师、嗯，其实我想问你哦，就是我们也都知道要多补充 DHA 啊，可是像有一些人他就是会很怕那个鱼腥味，或者是我们说从鱼类的话它的胆固醇，或者是现在好恐怖哦，就是那个深海鱼有那个重金属污染，或者是甚至是素食者，那怎么办呢？有没有一些其他的补充 DHA 的方法？事实上刚刚小 S 所提到的怀孕期间的母亲有越足够的 DHA 的补充，事实上都有证据可以证明那个小孩子在未来的脑部的容量，还有脑部的发展、嗯、还有在未来那个小朋友甚至于到十八个月大的时候、嗯、我们给他验他的智商都有明显的差异、嗯、所以事实上怀孕的时间做得越好，还有在哺喂期间如果能够提供足够的 DHA，包含在他的学习力还有他的成长、嗯、发展各方面，这个都已经有实际的证据了啦。那除了鱼类之外还有哪些食物有 DHA 呢？目前来讲当然在学理上、DHA 主要的来源还是过去是认为要靠那个深海鱼，是，不过因为工业化发展的关系，事实上现在海洋的污染真的是非常的大、哦、那目前因为生物科技的进步，我们事实上可以利用所谓的就是培养的方法，我们现在有一种叫做藻油胶囊、哦 oh. 事实上我们利用那种藻类 的繁衍之后，我们能够将那个 DHA 纯化下来，而这个纯化的过程就能够、可以将主持人刚刚所提到那个重金属污染的问题、哦、能够明显的被排除掉，而且现在都有那种浓缩的制剂，有那个胶囊，它一颗就是我们一天 的那个允许量的200毫克，所以我们事实上如果妈妈能够担心他如果有海洋污染这个问题、嗯、我们就可以补充这样子的一个制剂，从怀孕开始一直到后来哺乳期间持续都可以让妈妈来食用这样子、哦、DHA 这个物质其实事实上我们也有分析过，越是海洋国家当然因为他们获得的海洋制品就是那个深海制品比较多，他母奶里的 DHA 真的是比较多了、哦、不过就是污染的问题现在
最近大家不都在提食安的问题，其实食安问题包含重金属的问题，其实都是一个我们不能够不容小觑的问题。所以我刚刚所提到的这种纯化制品，这个藻油胶囊，其实事实上应该是我们可以建议的啦，这个在学理上我大概可以提供这样子的方式来建议给妈妈们。哦，所以是从植物来的非常优质的来源，对不对？对。好，那最后最后我想有一个问题我一定要问 S， 就是你刚才说刚才女儿会后空翻吗？前空翻后空翻都会，对，就特技演员了。你知道就是最近有很多那个热门的课程都是给小朋友的，对，譬如说什么肢体啊，肢体音乐语言啊，音乐律动，对。那你有就是给你的三个宝贝去上这样的课程吗？你怎么帮他们选择？我老大的时候几乎所有的课我都陪他去上过，有那什么左脑开发的日本西田真那个，好热门，对，然后他的课就比如说他是老师会拿一个那个袋子，然后里面装个物品，然后不让你知道是什么，然后妈妈跟小朋友一起伸手进去摸，然后去感受那是什么东西，然后我们就一摸我就怎么那么尖呐、然后我想说是什么，然后打开，然后就是一个那种塑胶的城堡。然后我想说这就是这种事情，这种课程我也上过，然后还有那种肢体韵律课，我还记得有一次我是约大 S 陪我去，然后就是老师会放音乐，然后他就说妈妈们把你的宝宝抱起来，我们要一起做运动咯，然后我就抱我女儿，然后他就放那个一歌是英文歌，就是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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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the air down to mommy， 所以你想看妈妈要干嘛，他就要这样把婴儿这样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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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the air down to mommy， up and down， up and down， and around and around and around， 然后就还要再转圈，然后这首歌就是无止境的 repeat， 然后我就这样转，我就说快点山，大 S 我就叫他小名是山，我说山快点接手，然后最后我们俩累得一头汗，然后还有那个什么音乐课。我也陪我女儿去上过啊，就是坐在旁边，然后老师要叫什么 Do Re Mi 啊什么什么的，然后那些乐理都非常困难，然后老师会说好，现在请小朋友把豆芽放在哪里，然后我都会说哪里啊，是考验妈咪的，就是都是倒霉的都是妈妈，所以我现在就是很多妈妈会推荐我说哎，那个小孩子你又生第三胎，好像听说现在有什么课很热门，我说那个课是妈妈要一起上吗，她说对啊对啊，我说哦，没有，我现在需要的课是小孩单独上的，因为妈妈真的累了。所以医师你看哦，像这些课程啊，累到的都是妈咪，就是等于是在训练妈咪，对不 对？那到底我们在帮宝贝们每一个阶段的这个课程的选择哦，你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可以给我们所有的妈咪做一个参考啊？从刚刚小 S 的叙述可以想见，养儿真的是一件辛苦的事情，不过我觉得他很伟大哦，生了三个孩子哦。我们现在常鼓励大家要多生孩子，两个不嫌少，三个恰恰好，你应该是我们的典范啊。那我们现在其实有很多在教养方面有很多的课程，音乐啦，律动啦，打击啦，学外文啦，其实我觉得这种课程其实就是，我只是一个医师啦，我只是针对医师的观点，就是就你能力可为啦。不过我还是认为有健康的身体你才有足够的力量去学这些东西，而且我觉得所有的学习力一定根基于你有一个很好的身体状况，是有时候去上课你看到有些孩子根本在打瞌睡，那我觉得那个学费肯定就是白交了，对啊，所以我认为其实有时候妈妈学得更熟嘞，对，所以我觉得应该就是将身体顾好，我觉得每一个阶段身体顾好我们才有行有余力去做那个学习，而且小朋友身体好没有生病的状况去学的时候，他的动机还有他的学习力才会够了。我想我还是强调身体的健康应该是所有事情的根本。我其实那是老大，就是上遍各式各样的才艺课，然后后来我现在到了第三胎，我真的 领悟到一件事，我觉得小孩你真的就把他放到大安森林公园就好了，因为这边有 草地，你踩草地是最健康，可以排你身体的那些电，然后有阳光晒多好，然后可以爬树，然后有时候可以跟狗玩或什么的，那样就已经玩沙就很够了，或者华山艺文中心后面那个我女儿爬那个树爬了两年她都爬不腻耶，所以也不用花大钱，不用花钱啊，就是晒太阳多好，除非是他们自己就是很有兴趣要去学习。对，然后以前我老大的时候，我为了要让他会讲英文，我逼我自己就是也要上英文课，然后全程用英文跟他讲话，
然后我都会说 Ellie look at that tree， 然后或是 rainbow。 然后他小的时候都还蛮轻松的，可是等到他长大之后，他就开始问问题，他就说妈妈那个 rainbow 怎么为什么会有 rainbow。 我就说 because look at that bird， 惨一笑，因为那就太难了，你知道吗？后来发现妈妈有时候还是要把一些事情交给量力而为，对，不要把自己逼太紧。我后来觉得妈妈真的不要把自己逼太紧，也不要觉得一定要花多少时间陪小孩，要念几本书，就是放轻松，你就是跟小孩愉快的聊天，然后你累了你就休息，那样你才会有快乐的亲子关系。而且我觉得要花那个心力在给如何给孩子一个健康的体质，健康的身体非常重要，对不对？好，那我们今天就得到了一个结论了，就是小朋友如果要有全面的好发展、好学习，就像我们的许俏妞、我们的 Alice、我们的 Lily 一样，这么样的聪明的话，医师，我们就要有一个健康的体质，对不对？要有健康的、非常好的身心发展，对哦，身体才有办法有好的学习。是，那当然就要给他们好吸收的一些非常好的营养素，对不对，小 S？ 好。那今天呢也非常谢谢两位哦。谢谢。有没有最后有要给我们的新手妈咪一些建议的？真的就是像我刚才讲的，不要太紧张，然后不要照着书里面讲的，然后因为有些妈妈会觉得好像我少陪我女儿几小时，或者我少念一本故事书，我就不是一个好妈妈，然后好像我骂了我女儿一句话，我真的是一个很坏的妈妈。真的不用，就是放轻松，有的时候俩公真的是没什么大不了。当然我不鼓励打小孩，也不鼓励咒骂小孩，可是以前我妈把我打得非常惨，但是我还是很爱她。所以我就说有的时候妈妈自己要找到情绪的出口，就比如说你可以找姐妹淘聊天啊，讲讲你知道你自己的心路历程什么什么，就一定要发泄就对了，不用当一个完美的妈妈。所以妈咪也要有健康的心理跟生理，对不对？才能给小孩有健康的身体。好，那今天我们也非常谢谢我们的这个朱主任医师，还有我们的小 S 来到现场，谢谢，我们是不是给两位一个热情的掌声，谢谢好不好？谢谢，非常精彩的对谈。谢谢。